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欢迎收看看跨境叫阿米的阿米秀，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。中国 unfriend 了华为了，跟美国就差点打起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好像传言要跟伊朗要签25年，将近半个世纪的这个投资合作协议，这个世界是要出现大的变化了吗？我觉得无论怎么变啊，即使是在一次世界大战、二次世界大战啊，即使是在铁幕苏联跟美国这么一个冷战时间，整一个全球的贸易零售都没有终止过，只是说他找到另外一种方式去完成。那最普遍的方式，我们回想一下历史上，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包括英苏这个冷战的时候，最活跃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？蚂蚁搬家，对吧？蚂蚁搬家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跨境出口电商。